啊，虽然风很大，但是我觉得我运气真的是非常好啊。滑雪最理想天气啊，就是凌晨开始下雪，然后下到早上，然后就直接开始滑粉。对，太爽太爽了。不过呢，今天的风实在有点大啊。所以说这种时候呢，风特别大，这边的粉又特别的那个轻嘛，所以说如果你在雪道上滑的话，粉就被吹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往树林里走一点。OK， 我们树林里走一趟。哇，看看这个粉，呜！I thought I saw a light when you passed me by. The reason why I shine, you're the reason why. I thought I caught your eyes, the love is blind. I thought I saw you.哇，真的啊！这次我真的没有想到会碰到粉雪啊。这次我单双板带的是 Carving 板，跟上次一样，然后单板带的是 Park 板。但是单板真的有这个优势，就是因为单板本来就宽嘛，所以说就算是 Park 板、Carving 板，在 Powder 里面只要稍微压厚一点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不像 Ski， 真的，我昨天用那个 Carving Ski 滑了啊，滑了半天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根本滑不动。OK， 前两天玩太开心了啊，没有介绍一下我们的房间。OK， 首先呢，进门啊，这个左右边都是房间，左边都是厕所。厕所能看到啊，这边老的公寓呢，这个厕所还是非常大的。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哈，这边的话就是，有个双人床。对，然后呢，再往里边走，这边是一个大床房。对，房间还挺大的，可以看到哈，这个。小床房的话就那么小，但是大床房的话是从这里
一直到那边延伸到那边都是房间的位置。对，然后这边是放滑雪服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些挂架，相当方便哈。然后客厅可以看到还是相当大的，然后呢我们就在这边做饭吃饭。对，我们这两天没有一顿饭是在外面吃的，因为家里吃饭实在太方便了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酒店房间的位置哈。哇，下面现在外面正下着大雪，看一下，这就是 Big White 的大钟，然后楼下就是 Big White 的正中心，所以说我们就直接从旁边那个楼梯下去啊，出去就开滑了。所以说何必在外面吃饭呢？真的是回来以后，我们把鞋子脱了，然后舒舒服服的把衣服也换一下，对不对？舒舒服服的吃完饭，然后说不定还能躺一会儿聊一会儿天啊，然后再出去。哇，真的是太爽了。然后可以看到哈，哇，哎呀，这个雪停不下来了。虽然最后一天了，有点舍不得哈，舍不得走哈，但是，哇，但是我们下次有缘。下次再来吧，下次再来吧。Big White， 真的是大白啊！哇，天天下雪啊，受不了啊！而且天天早上下雪，然后正好出去滑，这个真的是完美，真的是完美。现在是5:42，夜场滑雪开始。OK， 天色渐晚了哈，不过呢，现在因为调了夏令时了，所以说，天黑的还是非常晚的，现在差不多已经6:00了哈，但是能看到还是非常明亮的。然后呢，雪场没有一个人，对，虽然说粉被人家滑差不多了，但是我发现啊，在大白，只要你肯进树林，永远都有不错的雪的，对，所以说我们稍微找一找，还是有爽滑的，对，真的在大白。太爽了，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回酒店休息好几次，然后午饭啊什么的都是在酒店里吃的。大白非常推荐大家，这个喜欢休闲滑的朋友们来玩一下。